由于文昌帝君对吕后的愤怒，未上奏请示玉帝而擅自行动。虽然报仇是一时之快，目的也达到了，但是当心平气和后，后悔自己闯了大祸，滥杀无辜。不久后，海神朝红把文昌帝君善用海水之事上奏玉帝。玉帝查明事实之后，下旨将文昌帝君贬为穷石龙。终身囚禁在穷池河内。只过了多少年多少月。公元64年六月，永平七年，汉明帝夜梦金人，虽派人往天竺求见真佛，迎取真经。永平十年，取回真经，佛法开始在东土流传。
可知道是谁搭救的？正是这位释迦牟尼佛，如来世尊。弟子乃穷池之龙，受玉帝法，苦困牢狱，畜生身苦，人生难得，还望佛祖垂怜，解脱恶趣。虽然慈孝忠良，积善两德，但毕竟你修的是人间小果，因果不虚。神龙，你还记得你的前世？你和弃置吕后等人的阴灵怨仇业，转为龙蛇，妄起杀伐，伤无数无辜百姓。如今已流转三世，受尽了苦恼，因为没有升起般若智慧，无我大悲之心，而执着于人我之相，贪婪嗔恨，造业轮回，所以才有今生苦。因为你前世与竺法兰、摄摩腾及冥帝卢州等人，曾以童子身击杀为塔，供养。这个塔真好看。咱们把塔供给佛祖吧。好啊。今日再次得遇一席，你前世福德成熟，前世罪业即将消灭。前一世你贵为皇子，第二世化为龙蛇身，这一世为穷池之龙，身体幻灭无常，姓名暂换假名，心识随业流转，其中只因每一世中不断执着于。今你既知自己为穷之龙，前世太子今又何在？我非汉太子，我非穷之龙，我非文昌君，我非贡沙塔童子，是我为假我，常生死流转。佛祖慈悲，我该如何忏悔所犯罪孽，而舍此假我，真我何在？此我法二执，但能舍离，罪业也只消失，即恢复本来面目。你且参去，时节到时，自会开悟。听我说记，罪从心起，将心忏，心若灭时，罪已亡，罪亡心灭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。我身是假，妄想执着，以为有我名，有我命，因执而生有，因有而还灭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执着不断，本来是空，徒自束缚，枉受因果轮回，心空罪亡，真我现身。真我者，
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Thank you.